比较紧张啲啊，而家啱啱开紧车，准备好快会过到去接新娘噶啦。等我啊 ，Fanny。咩事又开唔到车？因为黄邦屙过咯。唉，男人真系好鬼紧张啊，做呢啲嘢啫。希望黄邦生性做人啦，变翻乖仔啦。佢应该好曳嘅，之前都好曳。一、二、三，兄弟，开门利是999。收声睇睇先好嘛 ？OK。咦，都未睇喎，未睇都 OK。祝福大佬同大嫂两个开开心心啦，就唔好二人世界咁耐啦，快啲生小朋友俾我哋一家人玩啦，同埋希望你哋成世幸福福快快乐乐啦。小心翼翼咁样整理好新娘子嘅头纱之后，系准备一二三，得一张，好，一二三 ，OK， 得一张，一二三，得一张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唔该晒各位 ，OK， 跟住等咗八年啦，终于娶到佢翻嚟啦，我好开心，今日我哋大喜日子，我都希望我哋两公婆可以长长久久，白头到老。三个里面最早嫁是你的啦，下次到结婚就你做我姊妹啦，咁祝你同我帮开开心心、幸幸福福咁样，快啲生翻个契仔或者契女俾我做契妈。多謝你們，我從細覺得你，我天天多謝你咁多好味，多謝你。